今天能够完成美心第十五届金界的这个改选工作，那能够获得各位会员工人大家的肯定，再次呢能够来连任，以及我们十五届的新伙伴，大家一同在这里表达感谢之意，也期待也恳望大家呢在未来新第十五届的新任呢，未来这三年呢，然后大家来多多来指导参与工会的各项服务，那期待呢后续的各项的业务以及会务呢能够顺利的推展，也能够打造一个更好更优质的我们的一个职业环境，在这里要拜托我的团队，要拜托大家能够来给我们的团队呢多多指导以及做我们的后盾，在这里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